你看，搞这个大铲车的轮胎，搞去河边去网鱼，现在外面不是涨大水了吗？开电车来的，我以为能拖回去，现在不行了，我要扛回去，等下再用车子拉出去。哎呦，好重啊！先回去先。今天除了在外面来网鱼，我们村的冲高，这里前面就是柳江河，哇，这水不知道在哪里放网好，可能在里面一点。等马哥他们拿轮胎过来先。一大群人，拍到没得嘛？大轮胎，那轮胎人那么高，从那边滚过来。我轮胎滚了滚了，给得了。就轮胎是可耐得的，铲车的，这好玩了。二哥从上面把它滚到河边去。这个拖鞋要放好，我前天才挨了一双。开始去撒网啦。可以哦，这个船。划得走吗，马哥？我见你在那里打转转。放心，你今天就搞条船给我，我都划得走。嗯。看来有没有技术？撒网，好好玩哦！看你们。我就算了，来冲网来，等个把小时再去收，看有没有上货。再等二哥再去买冲网，应该来。先上来等一下。哦，你是蓝网，你是黑网，你白婆。你叫人沉地龙网没下下很长。等等的。加两个可乐瓶，加个没得嘛？又是补的。现在加两个可乐瓶。放主播杯内，我下面有那种吊的，要最新的。走，咦、嗯。
不空军哦，好像。马哥，你是抓到的吗？抓到的，他自己跳上门来的。这么好啊！这个阿叔还在这里钓鱼。你有鱼起钓没？啊？有鱼起钓没？我的刚刚也干了个豆啊。是，赶快你睡没？看这两只老飞有多大？哇，那么大一个！哎，才一个啊，不是两个吗？再去收一下，可能又有了。小的没太多。浪渣了，没有货哦。那船上的人来。哇，给他捞了一个小船。看二哥他们出去那么久了，都多少条鱼回来。够不够今晚上吃啊？哇，得好几条哦！哎呀，这个鱼漂亮，就是太小了。老飞，小草鱼。回去先啦，刘二哥他们在这里了，我去接小鱼了。嗯？什么？你在那小鱼机器？那真糟。哎，刘他们在这里上大货了，我先走先了。你回去，等一下我们搞大号回去再煮啊。嗯，对，嗯。帮我接乐乐吧。好。或者二嫂去接乐乐吧。我跟马哥两个人在这搞。嗯。搞到。搞到五点钟还不走呢。是啊，五点钟等。鱼要跟水跟鱼得一桶去。对。就是把水给倒满那个桶。那简单了。啊，先回去先了。